张子韬队长考核人数94人，平均每4人争夺一条毛巾。谁的舞蹈能够投其所好，谁就能拿到晋级的毛巾。大家今天如果没拿到毛巾，千万别怨恨我。我特别有压力的。现在为什么选黄子韬啊？因为我觉得他老帅了，属于那种路转粉吧。因为帅嘛，就他性格跟我比较像，给我的感觉就是那种大大咧咧、比较单纯的那种。那个他送了两个使命工作呢。怎么了？这很正常。你们跳舞需要热身，唱歌也得热嗓子。太可爱了你。涛涛好，我带来一首你的歌。哦，是吗？对，我是大猪仔。这歌我已经不喜欢。你已经不喜欢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看一下嘛。好好。是谁唤醒月万物交汇融化冰寒间的水、谢谢谢我谢谢谢谢、怎么选大猪仔那么多好听的歌、还是可以的，不会那么冲动。涛哥你好，我叫环庆，是湖南长沙。我跳的是 Lucky， 我加入了泰拳的风格在 Lucky 里面。别打死我，来。等会儿。身份证。谁给他拿一下，有点出戏，不好意思啊，眼睛光盯着那身份证看去了。再来一个，不好意思。休息一会，钱也掉了，哥。我觉得他要路转粉，很多人看了这个节目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Take Flowman 边明和老边，我是一名 B boy， 准备好了。别受伤了。毛巾，我想加入你的战队，然后成为 VIP， 我想跟你一起厮杀四方，踏遍千军万马。我觉得他基本功很扎实，而且他很稳，所以我就特别喜欢。人数更多的罗志祥、黄子韬都只发了一条毛巾，易烊千玺会继续一帆风顺的发毛巾吗？嗨，千玺队长，我来自重庆 ，James 林梦，我叫小雨，来自北京，我是一名 Viker。我跳的是爵士放，来开始吧。因为我这组的实力非常的相当，就是差的也不是特别多，因为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。我会选择更偏我风格，我更熟悉更喜欢的。快点！什么？什么鬼？
哎，梁子没跳呢。不会到峨眉毛巾了吧？搞不明白，后面还有人呢，为什么不看呢？我们可以不比了，回家吧。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拍拍屁股走人了。我心里总有我的底，我心里总有我的想法，我知道我要什么人，但是我一般不会说。哎呦呦呦，这是来自广州12285号鳄鱼。因为我平时 battle 的时候很凶，特别凶，就有两颗牙，就看上去很像鳄鱼。你都不说话不问问题哈、他是不是应该得聊聊我、很尴尬，真的特别尴尬，两个男的大男人对视着不讲话，还又在那里微微一笑，就感觉这气氛有点怪怪的。有那么一丝尴尬，其实我跟他们应该不在一个氛围里面。你先待定吧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不会担心。来，下一个。有帅气 ，Come from people, dragon, come from CDC。我不想给你太多的时间考虑。有 DJ 装逼，10268，可惜。Swag。把我的态度展示给他，我就 OK， 我应该很顺利。还有谁跳这个舞种？上来再跳一个给我看一下。我。啊，队长好，我叫陈月，来自郑州 ，B boy。